新增八宗輸入確診個案，其中有七個人都打過針。新增個案涉及四男四女，年齡介乎13至到64歲，分別嚟自捷克、菲律賓同埋美國等地。除了一個13歲嚟自馬爾代夫的少年，其余患者都已經完成接種復必泰或者是科興疫苗。另外一個19歲住在鑽石山鳳德村雪鳳樓的女患者，她今個月16號前往英國，抵達當地之後檢測樣本對病毒呈陽性，正是調查是否帶有變種病毒，連同她居住的大廈同埋工作地點中環永安集團大廈24樓的英聯教育顧問中心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。